好讲吗？在的办公室，首先有一台 M9 在旁边，还有一台 M5， 竟然中间还摆着 Chromebook Pixel， 怎么工作呢？这就是真正的办公环境，因为你干不了别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没关系，你可以看 YouTube 文字办公，对吧？只要做其他东西就没关系，大神都是用笔记本来写东西的。I was gonna hang out head over like 2:40, like a full hour with them. That's kind of working out. Android for work. This is 模拟 Where are you from? Yeah. Where are you guys based? In Mountain. Oh, okay. Yeah, so what is it?这就是说企业那种吗？这个可能就连到他们内网了吧，不知道。这个有一个 work， 就是他们两个 version 的 Play Store，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工作的，一个是个人的。哦，就限定住了，这个，只有这么多。这个工作的那个好像只有。OK， 等于说那就跟那个黑莓传统那样子吗？就是比如说工作手机，然后你反正这个干不了别的。干得了，这个也干得了别的。例如现在那个 Hangout， 他们有两个。Yeah. What would you like? Yeah. You want this information? 卡了。来。Be together, not the same.每个屏幕都是用一个不一样的 Android Idol 在上面，而且屏幕的那个颜色也不一样。对对对，这个也是表示，也是想让人知道有多少不同的 Android 设备。对。所以这就跟 iPhone 的文化很不一样了。对 ，iPhone 可能就大家都一个十分之一，对吧？这个的话就是大家虽然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在一起 ，not the same but be together。我是在。这边排队是在干什么？做 survey， 然后拿那个玩偶。拿哪个玩偶？那个小的不会吧？哦，就是为拿这个。对。好吧。这是。然后在易贝卖是吧？我反正可以。十块吗？限量版哦。好吧，我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很久了是吧？一踩，走，出去外面看。